那数哈，你要自己去数。好，这一、二。那拉的比较向右边拉长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细的，啊，粗到细，手笔，细到粗，手笔。好，短的，啊，这个折向，长的，对不对？粗细粗，手笔，短的横线，再细一点，向上，竖画比较粗，对不对？看出来没有？啊，点向外的，啊，这个点高一点，低一点，啊，向右向下收笔，啊，向内写收，向内写，看看中间的两个笔画都不碰到上面。指子啊，指子是重长型的，啊，好，这先一个弧度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向下，啊，稍微这里下面弯一点，然后再勾，横画是细到粗，手笔，它左边长，而且这个脖子要留出来。好，请看这个地方就连起来写，横画长，左边长，撇粗，向右向下收笔。收笔，细到粗，下面的稍微长一点，稍微粗一点，然后这个更粗，对，好，撇粗，好，这个地方就变一个弧度，然后最后尖收，有两个字。好，当头点，竖点。粗细粗还是有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上面轻轻的碰到，有一点点弧度啊。好，这也不碰到，好，也不碰到上面啊，向下，哎，收笔，收。向上，中间细，好，看一下这里粗细粗。哎，我这也忘记写。好，这中间的横非常的短，而且是细到粗的。哦，这里轻轻的碰到，然后再向下。好，它收的比较长啊，用一个勾。